老师，救我！救我！老师！你觉得你能耍我们？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。那他是谁？救我！ 查了所有的监控，你知道吗？咱们整个华人社区这一块，所有的餐厅、饭店，还有服务中心或者是商场什么的，都有监控器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看到了戴子文的那辆车最后消失的地方，在你家附近。你能让我亲手把这个信托交给我女儿吗？老侯，你想什么呢？女儿是她的吗？她干嘛推三阻四不让我们进？ 苏老师，我们已经够忍让了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以告你去法院。哎呦，这么多年没见，小三真是长本事了啊！你说什么呢？佩佩，你少说两句。我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们两个偷鸡摸狗的吗？